要去 Kildare Village。还要搭巴士，因为巴士票来回要12。到了，这个呢是在加拿大买的，只要25加币。我们还是回加拿大吧。所以我刚才没买又出来了。我们刚才就从那边进来的，那边入口这样。我们现在要去逛那个Tory Burch。我现在进来那个 Tory Burch， 我居然遇到认出我的人。那我刚才就这样走进来，然后他问我说：“你是台湾人吗？”你看到我哪一部影片？手机被偷。这是我的旧手机。哦，你的旧手机。我带两只手机。对，我从台湾带两只手机出国。还好你有带。对，然后，所以是影片跳出来吗？就是对，这个就搜寻爱尔兰，就无聊，想说看一下。哦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Patty， 你介意到时候被我剪进去吗？没关系。到时候你就看到你自己在里面。奥雷打工时薪比较高。欢迎来奥雷。Kildare， 对 Kildare。事实证明，对爱尔兰超小，爱尔超小，超扯。结账。好。你有业绩压力吗？是各级，但是各级这里大家都很佛，很佛，对。就是不会抢，所以我这样买有算在你的头上吗？对，买了一个耳环，谢谢，謝謝拜拜。买完之后发现怎么下雨了，太突然了吧？它这个奥莱我觉得没有算很大，搭公车来不是公车，搭巴士来的话。
觉得翻吊牌这个举动有时候被看到会蛮尴尬的，但我还是一直在翻。这边有比较便宜的，便宜大概100台币。它整个地图其实就是长这样。那我们那时候从中间来，然后往右边，我们现在要去这边了。买了这个比较高级一点的 body shop。是在加拿大的时候看到路上很多人超爱穿的一个牌子，然后也是蛮贵的羽绒外套，剪刀牌。逛到现在的心得呢，就是觉得美国跟加拿大的 outlet 比这里好买超多倍。如果要逛 outlet 的话，推荐去加拿大好了，比较便宜。战利品。有没有走在欧洲街头的感觉？不对，我本来就在欧洲。吃个早午餐，逛到下午两三点起这样。这里开到晚上8点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时间。我觉得这里就是风太大了。公车停转有暖气，真的有暖气。